宝贝儿子，把水杯带上，这个包也背着，妈给你做的吃的，去医院别饿着。妈，我们走了。拖鞋也拿着，脚疼了好穿。嫁给一个妈宝男是什么体验？明天去医院呢，先挂号知道吗？然后排队等位，打完针以后呢，第三天不能吃辣的呀，发物啊，海鲜呐、啊、等等之类的。妈，没有你可咋办啊？那是，就好像嫁给了老公婆婆两个人。妈，天朝碗柜的掌没了，你快来看看。我看看。一股子味儿。儿子，去给千岁买这件。我再考虑考虑了。考虑什么？就听我的。哎，妈说刚打完针几天不能洗澡来着。哎，这么点小事别问妈了。那怎么行？你的身体可一点不能马虎。喂，妈。